是我们全家人去拍，然后读。那时候他想出道去做，想要去唱歌，很喜欢唱歌这样。然后我们大家挑，我们挑了，也是我决定。我说这一张就这一张，这是跟我们全家一起去拍的照。然后这是他那时候才想出道的那个先拍出来的。 那种心情，他很高兴，看起来又很活泼，所以我就挑了这一张。照片挑大概花多久时间拍的？其实很快，我们还没有回去之前，我就在手机上就这样挑，因为里头都有他太多的照片，对啊。那这一张一出来的，我跟雅萍讲说这一张好，然后大家都认同。 说好，就用这一张。布置都还没好啊，本来中午12点多，蔡总统就要过来，我就跟他讲说来不及，还没有布置好。那么立法院的尤院长也要过来，我都。 很多都要说要过了，说目前还没有布置好平台，我看能不能明天再过来，我把这些弄好了之后。大哥为什么会挑着这一张照片给我们说一下？因为这一张是我们全家人去拍，然后读。那时候他想出道去做，想要去唱歌，很喜欢唱歌这样。 然后我们大家挑，我们挑了，也是我决定。我说这一张就这一张，这是跟我们全家一起去拍的照。然后这是他那时候才想出道的那个先拍出来的那种心情，他很高兴，看起来又很活泼，所以我就挑了这一张。照片挑大概花多久时间拍的？其实很快，我们还没有回去之前。 我就在手机上就这样挑，因为里头都有他太多的照片，对啊。那这一张一出来的，我跟雅萍讲说这张好，然后大家都认同说好，就用这一张这样。对。大概是他几岁的时候？那时候大概他还没有结婚，大概22岁左右而已。